今天的会议就到这为止，跟你坐去当处长的位，你真够哩！包括伊两个兄弟啊，我嘛无可能会来插手公司的事情。不管是世界建设、世界饭店内面，拢我起过你。你是监察人，我这摆回来就是监察你这对高难度。过去我已经跟你讲告告，以后嘛是同款啦。有听到无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炮声声多利家电。